网友、各位老师，晚上好。今晚红旗新青年语音频道有幸邀请到美籍在华教授杨和平同志来我频道讲座，请大家献花欢迎。讲座之前，请允许我对杨老师做个简单介绍。杨和平，国际友人，美籍农业专家杨早与韩春的长子，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德高望重的魏巍高度称赞杨早与韩春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1952年，杨和平出生在北京，宋庆龄亲自为他取名。长在西安国营草滩农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也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他多次应邀到高校做讲座，评点中国经济和新中国历史，讲述他们一家人与红色中国的传奇经历，使众多青年受益良多。美国拉特戈斯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特拉花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宾西法尼亚州大学、拉菲亚学院等大学任教。2007年秋季，在首都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任教，现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主要教授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课程。代表性学术论文以自换马克夫式的模型来研究经济周期。杨老师常年在各大学校、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讲述他父母的红色经历，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红色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和平老师开始今晚的讲座。大家好，听得见吗？喂，好，今天晚上的我想讲的内容啊，还是和我以前写那篇文章有关系，所以呢，我把那篇文章的链接给大家发一下，这跟主题呢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关系的叹息啊，所以呢，我想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跑哪去了？怎么着，声音有点小？
我要再大声，我大声的说，好吧？好嘞，那么这个这里边其实啊，我原来探讨这问题啊，也是我讲一下背景情况吧，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美国，1974年去美国，那时候也是当工人，在中国我们工作时代也当工人，当了5年，从69年68届初中毕业，69年分配工作，到1974年春天又到美国去，然后一直到1986年一直在美国当工人，那么也参与美国的工人运动那么参与美国的工人运动，一个很直接的很明摆着的问题，就是工人运动的方向前途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那工人运动的目的只是能在分蛋糕和资本家分蛋糕的上面多分一点罢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仅此而已就没有想去当家做主那如果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当家做主，要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斗争的方法，斗争的手段都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工人就说，你要说是你说社会主义，那么你看看苏联，你看看中国那些搞所谓搞社会主义的，将来不是都是变成了新的统治者所以他们会利用我们工人爬上去，最后又压迫我们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困惑着我，也就是为什么到了美国去那么多年，30多年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上大学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想考虑有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那么所以我这篇文章呢也等于是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这么年慢慢思考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些想法一个呢最主要就是要考虑这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如何丧失的那么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是当家做主的有些人不承认但是这个东西啊其实不承认不行的，因为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老百姓卷入了派性斗争，打派仗打派仗本身不好，但是打派仗反过来也证明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一个是人民群众有当家做主的愿望有当家做主的行为有当家做主的权利那么当家做主的效果不太好，打派仗了就把当家做主的效果给抵消了，但是呢既然打派仗，就说明人民群众他是关心的，因为国家大事他关心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到底是哪一个领导哪一种主张应该得胜他这些都是属于当家做主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要谈论这个问题就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要分析这个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领导要不要群众的监督要不要这两部分怎么去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那么要分析这个人民群众如何才能当家做主那么这里边就是我们要总结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从里边去吸取这个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做一个空想家不应该就是设想将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而是去看过去观察看过去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情况，去总结它，去理解它对它认识它，从这里边才能得出真正的知识来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思路是从今天中国
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它是什么阶级掌权。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明摆着的，中国今天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掌权啊。那么这个如果要是认不清楚的话，那就不太好办了啊。那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主义的霸主，他最有权利去识别谁是资本主义谁不是啊。他你要是真不是资本主义，他制裁你，你要是资本主义，他才跟你做买卖啊。所以中国今天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发达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啊。很多人拿这个用标签来看问题啊。咱们资本主义其实他不在乎标签，不管你什么标签，你打你叫什么党都行，他不在乎，只要你让我赚钱就行啊。所以这个中国很多老百姓还是比较天真，喜欢按标签啊。但是你咱们也知道，这个标签本身不代表实质啊。你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本质，那太容易了。那么社会主义的妓院能变妓院的本质吗？啊，社会主义的赌场能改变赌场的本质吗？所以一个标签一个定语改变不了事物的性质啊。所以呢，咱们看问题不能从标签，不能从人他说他是什么啊。所以咱们要看他的实质，实质这里边啊，中国现在实质是一个工人阶级处于一个弱势群体地位的啊，这个这么一个现状。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啊。那么掌权的就不是工人阶级了，那么除了工人阶级外还有谁呢？就只有资产阶级了啊。那么现在的问题，这个资产阶级他是怎么上台的啊？他怎么由过去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压迫工人阶级的一个政党啊？这个转变是怎么形成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看不光是中国、苏联，其他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由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变成压迫工人阶级的政党啊，这些政党都变质了。那么这里边有个必须找到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咱们不能用个别人谁谁谁怎么着说话了，怎么着不办什么了咱们不能用这个这方面的东西来这个辨别，咱们必须用这个这个找出规律性东西所以有很多人对这个中国现在是为什么是资本主义有很多假设，但是我觉得很少处理到事物的本质啊。这里边有几层这个有几个这个方面可以去分析。一个是从经济基础上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是农业国家，工人阶级人数少等等。那么但是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些东西呢不能作为真正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丧失他的政权的理由。因为资产阶级的强大是工人阶级闹革命的出发点如果老找借口了，就像当时那个解放战争的时候，国民党败步步撤退，说有那个南征北战电影里边说不是我们愚蠢，是共产党太狡猾了那么同样，如果我们把这个工人阶级丧失政权的原因归结于资产阶级的强大，那么干脆就撒手别管了，就放弃得了，也就不可能了。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失败主义了，一种宿命论了，就变成了就是我们就不要斗争了，等着条件好再说了但是真正的这个工人阶级他不会不管知识分子要不要继续斗争，工人阶级还是要一个劲要奋斗，一个劲要这个希望改变自己的情况的他们会不会停止斗争的只不过是斗争的形式的方法效果都有改变所以那么工人阶级怎么去避免自己的先锋队、自己的政党由一个革命党到掌权以后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是具有全世界普遍意义的问题
啊，所以呢，我到中国回到中国来，2007年回来，也是我主要想研究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啊。那么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总结啊，有很多启发啊，尤其是很多回忆录啊，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关于解放初期50年代合作化运动，党内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什么这个大跃进了，什么庐山会议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总结出规律东西，规律性东西呢，就不能光看个别的事件、个别的人物啊，而要看出它一个总体上的东西。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啊，我觉得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工人阶级的政党，由革命党革命以前成功以前由革命党变为反革命党，就是变成一个镇压工人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政党啊？这个怎么实现的？我觉得毛主席其实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具有创造性的、非常写实的东西，就是。说走资派啊，走资派是在共产党里边成长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啊，这个在很多人们早期是不理解的啊，我呢也在这个问题上混淆了糊涂了好多年，但是呢回想起来分析起来，还是毛主席那一套理论最能说明问题啊。毛主席其实呢，晚年不是什么犯错误，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最大的啊。所以这个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在，我觉得在56年以前，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实践啊，基本上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但是毛主席的晚年，从56年做一个分水岭来看，毛泽东思想变成毛泽东主义，从那儿开始。因为毛主席从那时候敏锐地看到了，就是在全国的工业、农业、工商业，工业从那个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然后呢慢慢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呢也从单干慢慢变成互助组，变成这个初级社、高级社到56年基本上全国所有的生产关系从名义上来讲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那么这时候仍然出现很多矛盾出现很多问题，有学生罢课的，有工人罢工的，有闹事的那么毛主席就是非常敏锐的感觉看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个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毛主席用他剩余的将近20年时间，就去探索如何区分这两类矛盾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个是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条红线，一条指导思想就是怎么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怎么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么这个过程中中国当时也走了很多弯路这个当时呢毛主席想是从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来下手那么当时咱们都知道57年反右以前解放运动那么整风运动当时是要克服人民内部党的领导的一些官僚主义倾向那么没想到这个右派的进攻，然后党内官僚呢借机发挥就把整个整风运动给打乱了变成了一场这个反右扩大化等等所以在这一场运动里边，其实毛主席打了个败仗就说他本来想把官僚主义给整治整治，没想到官僚
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啊，把他整个那一套整风的东西全部给打下去了啊。那么这里边毛主席在对走资派的认识呢，确实是在和走资派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实现提高的啊。他一直在思索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党内会有这些高高在上官僚主义啊？那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啊？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啊？他刚开始想的是用。或者说头十年吧，从56年到66年，一直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啊，各种思想教育，整风也好，社会主义教育也好，都是一种教育啊，去教育干部，去克服官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倾向啊，克服这个各种的问题。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才发动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也是他探索如何处理党内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起来很清楚，就是说当时在文革以前、文革中间、文革以后，很明显当走资派上台以后，很明显就是说中国的走资派是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啊。这个利益集团其实在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形成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分析这个为什么资产阶级上台的一个最根本的一把钥匙，就是说它这个利益集团怎么形成的啊。那么我在西方接触过很多托派啊，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认为这个斯大林的苏联、中国的这个甚至是文化革命他们一直说，他说是问题的根本是官僚主义倾向、官僚主义问题啊。那么我觉得毛主席比他们要高明得多。毛主席看问题，他是确实是观察着问题，就是说问题的根本不是官僚的存在啊。你搞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你必须有这个官僚体系去管理、去计划，你是计划经济，必须有一个体系，必须有一些专职人员去搞这些东西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搞计划经济的啊。这个东西不是那种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一种空想的人，就是说大家都轮流去干啊，或者是通过什么民主选举啦，然后大家就去通过工会啦，通过什么方法呢，大家就可以管理生产啊。管理生产它本身是一个科学啊，所以问题不是存在的官僚啊，因为这个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的掌握必须有一个代理人，不是每个人直接的掌握生产资料啊，他必须有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啊，这个官僚体系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是大生产所必须所有的啊。美国也有官僚体系啊，但是根本的问题呢，是官僚如何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啊？利益集团这个是根本的东西，不是这个官僚体系的存在本身，而是官僚是否是一个利益集团。它一旦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它就变成一个新的阶级，它就在社会主义里边变成社会主义党里边的资产阶级啊。它如果是一个利益集团，你说你看在西方，在美国，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啊，官僚呢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不能跟真正的这个国家的主人，就是资产阶级，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它这些官僚都是被资产阶级雇佣的啊，花钱买来的啊。那么他们的行为有越轨的行为，他们马上就会被罢免啊。美国政府里边那种对政客的那种监督是非常严谨的啊。但是呢，不是说他们没有腐败，有的是腐败。那么尼克松的过去的竞选的这个副总统就是被腐败拉下去的啊。那么这个克林顿他的家族也是有很多腐败现象，什么房地产什么东西也差点被拉下台啊。那么就是说这个
这里边资产阶级对这个政府官员，各级政府官员还是看得很紧的啊，所以呢他一般来讲他不能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啊。那么这个利益集团的形成我觉得是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里边原来是无产阶级斗争争得的社会主义政权为什么会变质，也就是根本原因是那些这个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那么这个形成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需要我们去回到50年代初啊。过去呢共产党是干部是供给制啊，但是我父母当时也在中国，也是供给制，大家一年发几套衣服啊，发一些东西，每个月给你发多少粮食啊，那么你基本上是没有零花钱，有很少一部分零花钱。那么到了不知道是54年到56年，反正那几年这个国家干部进行了一个工资改革啊，然后定了20多个级别，那么这个级别的高低决定了人的这个工资的差别，待遇的差别，什么级能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什么级有车，什么级可以坐软卧，什么级可以坐飞机，什么级有多大的房子，什么级有这个可以有保姆，什么级可家里有电话，这50年代这都是一种特权啊。那么这种等级观念，这种地位分配，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地位分配啊，也就是说按照你的权力职大小来分配，这个官僚特权是最具有腐蚀性的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好好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其实马克思在这个巴黎公社刚一结束就提出了两个根本的原则，一个就是官僚收入要不能比技术工人高啊，第二个就是人民群众对官僚的民主监督啊。马克思的这个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人呢真是这伟人，为什么是伟人呢？他的说法他的看法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那么毛主席很多对事情的判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就是一个伟人的标志啊。那么当时啊有一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在58年有过一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啊，那时候啊我觉得那个讨论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最根本的原因呢是那场讨论没有把普通的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特权，就是你这个当时实际上东西是升官发财啊，罢官定财啊。你想想一个57年反右的时候被打倒的被定为右派的这个干部啊，那么他的级别没了，他的待遇没了啊，一家大小都受到打击啊，所以就变成了不管宣传上怎么说要为人民服务，要不怕要什么东西，但制度上它是一个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一个机制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啊，就造成这个党内从那时候开始说假话成风啊。这个解放前啊，共产党的干部说假话是很少啊，很少见，我父母没见过，当时他们特别佩服共产党，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讲真话的，得人民心的共产党那时候有些讲假话的，但是那个你讲假话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56年以后党的干部里边说假话的人呢就能升官发财啊，就能有政绩啊。那么那时候为什么58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说亩产10000斤啊，那么刘少奇那时候还说你再努力一把还能多生产啊。那么就说为什么说假话成风，这里边和那个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的看法啊，大家可以讨论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你想想当时啊，这个有谁能坚持真理啊？你当时为什么普遍的干部存在的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啊，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啊，就因为这个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啊。如果你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你被罢官了啊，你被罢官了，那么你这一家大小的这个经济地位彻底就破了啊。你想想有几个人能顶得住家人的恳求啊，比如说是丈夫对妻子说，你能不能看在我们面上不要坚持真理啊，或者妻子对丈夫说，看在孩子们面上你们能不能不坚持真理啊，有几个人能顶得住这种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僚特权啊，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利益集团形成的一个根本机制啊。毛主席后来不是说这些大官当大了啊，他们有房子有警卫员啊等等，所以呢他们要保护大官的利益啊。这就是毛主席当时对这个党内走资派啊的一个看法啊。但是就说这个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其实在50年代就有了啊。所以这里边就是说这个原因呢，为什么有这个机制呢？这个可能和苏联的一些，一方面是当时对这个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区别不清楚，一方面中国当时学很多苏联的做法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当时党内的很多干部啊，他有那种打江山坐江山那种思想啊，种种原因但是呢。这个是还有个分配的体制，它是不是升官发财不是罢官丢财升官发财还罢官丢财的机制是在文化革命中被打破了的在那个造反派不管走资派待遇不变头一次是罢官不丢财这么一个机制只有这样的情况人们才敢于坚持真理，才能避免这个党内路线斗争的投机性才能把大家的斗争更理的，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的争权。但是呢即便是我们把这个官僚特权给限制了听得见吗？喂，听得见吗？听得见吗？现在好就是说这个即便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官僚特权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听不见我卡，所以你们听见卡了呢就是那不知道为什么了好，我说慢点好了，我说慢点即便是这个官僚特权被限制了但是呢仍然有可能，就是说有些人呢喜欢当人上说了算。如果既然是勤勤恳恳的没有多吃多占，但是呢如果喜欢包办代替，喜欢当人上人，喜欢发号
司令不愿意接受群众的监督，那么他仍然有可能成为新的这个统治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不光是追求物质上的这个特别难说资产阶级。那么刚才就说这个有很多人呢，他不光是追求物质上的利益，他还还追求就是当人上人喜欢包办代替，喜欢做主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没有群众的监督的话，那么政权的性质仍然得不到保证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探索人民群众如何当家做主的问题那么这个里边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那些所谓半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呢是监督当权者最有效的方法有些人特别主张这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大明大放，大自报，大辩论但是呢，如果没有群众组织做后盾，这些自由其实得不到很好的实现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中又探索了很多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方式方法那么但是呢，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不是天生就会的人民群众要懂得如何当家做主，这里边呢，就是要学会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会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也就是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探索了很多办法这里边有很多其实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说我是看了很多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回忆录，我的感觉就是说最根本的东西是要把这个群众组织的权限和党的组织的权限没有弄好我不认为根本问题是法治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把这个制约当权者的希望寄托在法治身上我觉得法治本身是统治阶级处理他们内部的关系的一种方法那么他们对老百姓来讲，他法治本身不会制约他对人民群众的压迫，他只是在压迫的方式方法上有所改变，但是靠法治本身不能防备走资派上台那么但是我也不是说这个制度无用我既不是制度万能论者，又不是制度无用论者那么这个制度上来讲，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探索，就是怎么去一方面实现党的领导，一方面实现群众的监督这两个是一个矛盾的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矛盾这两个是个确实是矛盾的那么这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人们一种倾向光强调党的排斥这个群众监督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像邓小平那个四个坚持他没有提到人民群众的监督那么这样的话，党肯定迟早要走向它的反面，走向压迫人民、压迫工人阶级的一个必然结果。
那么如果光强调这个群众监督，否定党领导，像一些那种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其实这种人呢，他永远掌不了政权，掌握政权就必须有个领导的核心所以呢，这个自己就说这个无产阶级如何掌权，他必须有自己的政党，没有自己的政党，他掌不了权这个自己的政党那么如何防备他变成了脱离自己的一个压迫自己的政党这个就要靠群众怎么去监督他那么群众监督和党领导看来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就像我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睡眠和工作肯定是矛盾的你工作的时候你不能睡觉，你睡觉你不能工作，但是两个矛盾的不等于两个是是不相容的往往我们既要工作又要睡眠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一个一个波浪式的一前一后的它我们老工作不睡眠我们工作不下去，我们老睡眠不工作我们死了所以呢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辩证的一个关系那么毛主席在文革中探索的这种群众组织，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去研究的那么这里边呢一个怎么去防备这个群众组织变成这个打派仗，然后呢变成被走资派控制跳这个操纵了，这一方面都是我们群众将来要这个要探索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个权限就是这个各级党委他应该是无权解散本单位本级里边对他提意见的群众组织，只有上级有权去敌那些所谓反动组织那么同级的党委不能解散同级的群众组织那么所以呢这个但是上级党委可以解散下级的这个群众组织，这就是党领导的体现那么群众呢群众组织它不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群众组织本身呢是一个意见相同的在一起，意见不同了就分开了，所以它不是个民主集中制的这个机制所以它应该没有阻隔权，因为它不应该说革委会的成员他不同意就搞不了文革中打派仗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些群众组织有个阻隔权所以这个是将来不能保持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其实现在看起来它是犯了两个其实不可避免的错误，两个不可避免的错误，所以也算不上个错误，他就说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得不犯这个错误头一个错误呢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当时你不踢开党委，那确实是人民群众发动不起来各级党委都是压制群众对这个党的这个监督都是把自己作为党的化身所以当时不得不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一踢开党委呢就造成了无政府主义政治真空那么所以这种混乱又造成了这个当时群众打派仗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个错误呢就是等到党的组织恢复了革委会成立以后呢，那么群众组织都被解散了所以这个群众组织的解散当时呢是不解散群众组织，中国的武斗派仗就停止不下来所以呢这里边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是当时群众组织它有阻隔权，它要是没有阻隔权，它只是一个舆论自由出版游行结社这方面的自由，那么它保留下来的话，对当权者的制约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呢
这个对文革这些总结呢，咱们将来可以细谈，我就谈这几点想法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座其实就在那个大家链接上可以看到的啊，链接上这个刚才没有了啊。那么这个链接上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那篇文章就是我觉得这里边要克服走资派篡党夺权最根本的问题啊，不是靠所谓民主制度，不是靠法治因为很多人呢对这方面东西我觉得存在着很多的幻想其实人民群众怎么当家做主怎么去实行他的民主权利，这个权利不是人给赐的，不是法律的规定的，是靠自己去争取的，自己去斗争的那么哎呀，哪里链接呢？刚开始有，我给找一找。哎呀，现在还找得着吗？应该有。那个链接呢？跑哪去了？在这儿呢。有人能找刚开始的链接再发一下，好吧？那么所以我想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对什么是民主我们要争取什么样的民主，要不要争取民主民主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其实有很多困惑，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是很糊涂的观念这个你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大民主要么就是你看右派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大民主，那么有些左派呢又好像否定民主是我们要争取的东西所以其实这里边有很多这个糊涂思想我觉得这个民主的东西是要区分私有之下的民主和公有之下的民主那么这个私有之下的民主呢，它是解决资本之间的矛盾它是一个权衡不同利益之间的一个平台所以呢这个这是在私有之下的民主，所以私有之下的民主其实讲一个笑话就能看出它到底是什么这个读者杂志去年11期，那是6月的上旬，有一个登了一个笑话叫什么呀，叫跑题什么叫跑题了呢这个厨师有一次要搞个大宴会，他呢就采购了很多这个猪呀、鸭啦、鸡呀、牛啦、羊啦很多然后呢屠宰以前他说召集一些动物，说咱们现在开一个会，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怎么去屠宰你们最幸福大家要畅所欲言畅所欲言那么这个不要有什么拘束啦什么东西那么好半天没有一个动物说话最后那个牛说了，说其实我们都不想死那个厨师说跑题了跑题了，我想问你们到底怎么屠宰你最幸福，你怎么说不愿意死，你跑题了所以呢你看民主它就是这么问题，就说什么属于跑题了你要是质疑这个私有制，那就是跑题了你是只能在认同私有制的条件下去做你的选择那么你这个选择做什么呢，你只能是在资产阶级怎么屠宰你的方式方法上有选择，但是受宰这个是一定的，你只不过你要是说我们不愿意被资本家剥削，我们不愿意这个我们要改变私有制，那就跑题了，那就不属于民主的范围所以什么属于民主的范围，什么不属于民主的范围，什么属于正题，什么属于跑题了这是所有制决定的私有制下那么这个这个触及私有制都属于跑题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在美国老百姓他能选什么东西呢他只能选择比如说对资本的控制上
比如说环保是应该严一点呢还是松一点，太严了那么这个资本家赚不了钱了，人家不干了，那么失业率就会增加啊。所以为了就业，人们就得睁着眼闭着眼把环境得污染一点啊，但污染太多了，其他的资产阶级不高兴了。你比如说烧煤炭的，发电，他那个把雨酸雨吹到另外别的州里边去了，那么别的州的农这个种庄稼的、旅游的都受到影响啊。所以呢，到底是污染该有多少，有多少谁负责处理污染，这是资产阶级内部争论啊。所以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要解决的问题啊，或者说到底是穷人多交税呢，是富人多交税啊？什么样人多交税，税率应该多少？这是他们里边争得一塌糊涂。啊，因为谁都不想多交税，都想让别人去交税去啊，自己搭便车啊，所以他们里边争论很厉害。还有一个例子，说是这个医疗问题，那么到底是通过税收大家去得到全民医疗呢，还是每个人去买自己的这个医疗保险啊？这些东西美国的民主讨论来讨论去啊。但是私有制本身不是民主的范畴啊！你比如说08年那场经济危机，罪魁祸首大家都知道是华尔街，但是华尔街老板得到了什么惩罚啊？砸钱把他们砸得挺疼的，救市还得救他们，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结果都得救市把他们给救了啊！你不救他还不行，你要认同私有制，你要不救他，那么29年大萧条大危机就会重演啊！所以你要认同私有制，你只能拍资本的马屁，你在拍资本马屁的方式方法上有选择，但是马屁你是拍定了的。你要不拍资本的马屁，资本不投资，人家不高兴一撤资啊，别的不说啊，人家一撤资，你那经济下滑，工人找不着工作啊，大家吃不了饭，那么就一片萧条啊。你说现在欧盟不是经济危机嘛，人家说要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呐 啊就是要拍资本的马屁啊。那么你要认同自由制，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获得投资者的信心，人家才会投资啊。那去年我的学生我们一块儿去山西在鹿城县上面有个大标语，人家写的非常露骨，非常真实，讲真话。他们说那标语是什么，说是投资者是我们的恩人，引资者是我们的亲人，破坏投资环境者是我们的罪人啊！这话说的太经典了啊！所以在私有之下的民主就是拍资本马屁的民主啊！你是如何拍马屁，你可以有选择，但是呢你马屁是拍定了的啊！你要是除非你要推翻私有制。啊，那么在公有制，我不太喜欢用这公有制词，我是应该说共有制啊，共同所有啊，不是公家所有啊。因为这个公字啊，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指的是皇帝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用共产党人，不是共产党人啊，共同的啊，在共同所有制、共有制情况下，他的民主是什么啊？他的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监督各级领导啊，实行自己的阶级的专政啊。所以这里边的民主啊，就是一个更广泛的、更全面的一种民主啊，因为他把所有人际之间有互相协作关系的，都属于民主的范畴，都不是跑题。啊，什么是跑题了？你要选择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是跑题了啊！在社会主义条例下，不允许任何人用暴力或非暴力，用民主或非民主的手段，变社会主义的共同所有制，
成为私人所有制啊，所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啊，这个你只有你认同社会主义，你才有权利参与这里边的民主，你不认同社会主义，你没权利参与这个民主。就跟资产阶级社会一样，正好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你不认同私有制，你没有民主权利，你只能在拍资本马屁的方式方法上有选择，你要是不愿意拍马屁，你就没有这个权利，没有民主权利了，这属于跑题了，对吧？啊，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跟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点是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它不允许人民群众通过民主的手段变私人的为公共的大家的，啊，那个属于跑题了，那个属于专政啊，他们的民主要防备的是多数人的暴政啊，所以呢，这里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就是捍卫私有制，所以呢，如果你要想推翻私有制，属于跑题了，人家就要钻你的政。他就不允许你啊，所以你像工厂工人要罢工，威胁了资本家的利益太多了，那么人家就会镇压你啊，派军队去镇压，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核心的东西啊，就是说要捍卫私有制。同样的道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你要是不认同社会主义道路，不认同全民所有制，不认同财产的共同所有，那么你的行为就是要被镇压啊，所以呢，无产阶级民主是在认同共同所有制、认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大家可以讨论怎么去走这条道路啊。这里边两条路线的斗争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之间的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因为大家还是在认同社会主义、认同全民所有制、认同社会主义共同所有制的前提下的争论啊，所以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的东西啊。那么但是人民群众里边呢，他有一个很矛盾的思想，一方面很多人啊又认同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呢，又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他想当人上人，他想脱离自己的阶级，他希望媳妇熬成婆啊，他希望有一天他反对别人的压迫、别人的剥削，他希望自己有一天成小老板，自己有一天能压迫别人啊，所以对这种思想、对这种倾向就必须斗争啊，所以这个里边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实行人民的民主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大多数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仍然有强烈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啊，所以呢，在这就是说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时期咱们不能把形式民主作为最主要的标准，作为最主要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目的啊，因为其实很有意思，西方那些托派往往就是把民主作为最高目标啊，工人通过工会的选举选出自己的各级领导，然后呢通过这个来管理社会啊，很多西方人都是强调民主，但是呢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东西，就是说民主从来不是决定所有制的啊，所有民主都是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阶级内部决定怎么办啊，那么民主这个所有制从来不是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决定的，你比如说中国的土地改革、土地革命啊，不是民主的方法去决定的，你在土改以前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村里边你来一个选举，说是大家同意不同意把地主地给分了，分给农民啊，一个呢是广大农民那时候不敢说他要啊，他巴不得能得到一块地主的地啊，他要是关系搞不好，恐怕租不了地主地，所以他一方面他认识不到自己有这个权利，再一方面就是认识到他也不敢说啊。那么在封建地主掌权的情况下啊，民主不会改变土地所有制啊。你想想，在土地所有制没有解决以前，农村的民主
是什么呀？就不可能是真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啊。其实中国的农民是在合作化的时期才头一次真正的当家作主了。很多村里边啊，选立他们的队长，有的村里边每年换一次，每个有时几个月换一次啊，这个换得很频繁，不是好现象。但是呢，也说明了人民群众有监督管理他自己命运的权利，他确实也实施了这个权利啊。所以你说当时人民群众说没有民主，这是民主最具体的体现，选举自己的队长，村里边的大队长、小队长之类的，对吧？啊，所以这都是一个人民群众民主的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最典型的、最具体的表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这种民主呢，是在这种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啊，这种民主呢是在私有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啊。那么好了，这就是说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同所有之下的民主和这个私有之下的民主的一个根本区别，对吧？就在这里边啊，就是在不同所有之下有不同内容啊。那么想想啊，其实我觉得我先就讲这么多吧，我基本上那个文章里边内容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了啊。我就想，一个是讲讲这个私有制的民主和公有制的民主的差别，一个讲这个法治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啊。因为其实这里边咱们在现实生活里边看到的东西现象太多了啊，靠法治来解决腐败，法律越多，腐败越丰满，越猖狂，就说明了问题不是一个法治能解决的问题啊。它没有群众的监督，那么这个官僚的这个腐败现象根本没克服啊。所以讲了，我那文章里讲了这个问题。那么再一个，我觉得恐怕最后一点我想讲，就是一个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一个单独的政党，不能是一个多党制啊。很多人呢还是把西方那种民主归结于多党制、多党议会制，以为多党议会制人民群众就能监督这个当权者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个对西方政体的一种迷信和误解啊。你想想，在国有之下，共同所有之下，共同啊，不是公家的公，而是共同大家的，对吧？那共同所有之下，全民所有之下，怎么去实现多党呢？你想想这个首先啊，这个好几个党都是为工人阶级、为全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不同的政党呢？在工人阶级里边意见不同怎么去处理？不是靠成立不同的政党，而是严格的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啊。工人阶级里边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啊，劳动人民里边他最民主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啊。那么少数的意见有可能是对的，也历史上会证明它是对的，但是没办法啊，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啊。只有少数服从多数啊，那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么样一种民主集中制才符合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这其实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不同政党同时代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个逻辑上说不通啊。那么不同政党有不同意见啊，那么观点不一样，那么工人阶级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啊。那么你这个观点有一部分人支持你，但是你这个观点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你没办法，你只能耐心等待大家啊。因为这里边你想想，咱们再看看这个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
活动就很清楚啊。那么你想想，毛主席创建井冈山的时候，很快这个上海的中央领导认为他的做法不对啊，他打仗的方法不对啊，派了很多什么这个德国的军事顾问啊，当时周总理呢也是当时三人团的也一部分啊，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围剿都是他们干的啊。那么第五次围剿惨败啊，惨败。那么你如果毛主席当时其实要搞政变，把那个上海派来人去给搞掉，也完全可以的。但是呢，毛主席坚决不这么干啊，他呢就是坚定的服从少数，坚定的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他的意见没被大家采纳的时候，他只能耐心的等待大家通过实践来验证啊，他们过去做法不对毛主席自己的做法是在实践里边慢慢形成的啊，所以人们只有这是工人阶级必须是这种方法，因为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他必须有一个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他不能是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他必须是从全局利益出发，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他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啊，这个跟资产阶级不一样。资产阶级里边，他们除了这个国内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工人反抗以外，他们之间没有共同利益啊。所以多党制西方的民主之类的，它是建立在不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基础上的啊。工人阶级里边，如果要形成不同利益集团，那就是一种一个它不可能是符合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啊。所以呢，这个在长远利益的解放全人类的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的旧制度的这条件下工人阶级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啊。你说你的少数人说你的对，大伙都错了，那么咱们只能通过实践去证明你的少数人对了，能把大家最后能争取到了，那么大家就认同你了你说服不了大家，实践上证明不了你是对的，那没办法，那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啊。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集中统一的啊，不能是好几个不同政党，什么无产阶级多党制，就像无产阶级的妓院、无产阶级的赌场，你加一个定语改变不了性质，多党制就是资产阶级的啊。我不是说一党制就是无产阶级的啊，就说人是两条腿，不是两条腿都是人，对吧？鸡也是两条腿，对吧？这个鸭也是两条腿啊。那么两条腿的动物很多，是人的只有人，对吧？所以两条腿，人是两条腿，不等于两条腿都是人啊。同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一个党，但是一党制的不都是无产阶级啊？同样道理啊。所以呢，咱们要反对这种工人阶级要争取自己的解放、自己的自由啊。所要做的不是从表面现象去分析。把这个归结于我们现在是一党制，那么你多党制的印度、多党制的西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你像菲律宾这些，老百姓在那儿照样受苦受累问题的根本不是一党制、多党制，问题的根本是哪个阶级掌权，不要这个忘了，这个哪个阶级掌权才是正确的就有一位网友说一定要走两条腿走路，是啊，说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就是两条腿嘛，党的领导是一条，群众监督是另一条，缺一不可，但它不一定是要多党制所以咱们就对什么东西分析要这个具体的分析那么我觉得关于这个那个文章那些核心内容基本上就这些了所以大家有什么有什么想法、看法、意见，不同的想法，咱们再可以探讨一下，好不好？我没开微博我顾不上反正那个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是对多党制、一党制的问题，对关于民主的这个属于是
私有制下的民主，还是共同所有制人民群众这个社会主义下的民主的区别，再一个就是法治问题，我没有多讲，但是呢，我们对待为什么转变成邓小平时代啊，这走资派产生的原因啊，这里边我都这么做了一些分析。哦，最后一点我可以说的是，我对走资派的一个定义啊，我在文章里边下了这么定义，有人不太同意啊，这大家可以探讨探讨啊。在毛泽东时代，什么属于走资派？那么走资派在毛泽东时代，在社会的条件下，什么叫走资派呢？我觉得也就是这两点啊，一个是维护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当权者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啊。这个定义可能不是非常全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其他抽象的东西还要更现实一些。我觉得啊，哟，卡了，我也说差不多说完了啊，那就刚我讲那个走资派的定义啊，我说又是听不见啊，走资派的定义我认为是共产党内的当走资的道路的当权派，到底的是两点啊，一个是捍卫官僚特权，一个是反对群众监督。我是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这就是走资派啊，这是我觉得总结文化的社会主义经验，我得出的这两点啊，对走什么叫走资派一个定义啊。从这个定义来看啊，走资派他也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越来越大啊，而且他呢也是全力的走资派啊。其实在党那个其实在文革以前，文革中大多数的干部其实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也就是说他捍卫官僚特权，他反对群众监督啊。那么捍卫共监督是走资派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呢过去呢大多数人呢对这个认识不清楚啊，不清楚属于等于属于什么呀，就属于这个不自觉的走资派啊，咱们知道什么是走资派了，就是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那么顽固坚持这一立场的人呢，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了啊。这就是以后邓小平他就是坚持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啊。那么就是最后补充了一点关于文章里边去谈到的一些问题啊。至于今天怎么样的立马是了，我说讲的是我要总结是毛泽东时代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候，这个自己的政党和自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啊，现在实行多党制一党制差别不大啊，有些差别不大啊，那个是另一个话题，咱们以后再说。那么大家能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吧。